大家好，紫微坊啊，因为上个星期嚟讲咧，都系有少少甩漏，所以咧就出煞咧，我哋就第二集咧先讲埋呢个坐十二个命宫，十二个宫位有咩效应出现，有啲咩嘢异象出现。咁啊，七煞星坐命嘅人嚟讲咧，就个人就比较独立嘅，咁啊充满咗志气，自尊心会比较强。但是不是很喜欢听人讲话的。你留意一下，你如果你自己是有些七煞的朋友或者仔女都好，不听指令的。因为七煞都说是一个落去沙场打滚追杀敌人的人。所以来讲呢，个情绪呢喜怒无常，阴晴不定。而且来讲呢，人好固执，忍耐好，即是怎么讲啊，个人呢就 patient， 即是叫做忍耐能力是好强的。咁但係有時嚟講咧，得罪人，而且嚟講咧，好多時候同人結怨樹敵嘅。不過七煞嘅人嚟講唔係冇好處喎，七煞嘅人咧係唔會記仇嘅，而且嚟講咧就七煞嘅人咧就過咗去就算嘅咯。雖然咧有時會暴躁，你係難以去同佢去相處嘅。所以嚟講咧，七煞咧就有雲咧，就係話天上制七煞同破軍。所以七煞咧最好嘅拍档咧就系天上有天上星，甚至系廉贞天上可以帮佢管理。破军嘅人亦都系，破军嘅人嚟讲咧最佳制其恶，亦都系天上星。因为天上星咧就掌印啊嘛。咁如果佢哋一喐嘅时候就好恶嘅时候，拿住个印好似拿住道符咁，唔好喐。咁啊话俾佢哋知。嗱，七煞嚟讲咧，虽然好胜心好强，但系佢哋嚟讲咧。嗰、那個雖然有少少略帶衝動，但係咧就我哋叫做做嘢比較快、很準，所以創業嘅機會亦都好大。七煞星坐命嚟講咧，亦都係做呢一把刀，所以咧有外科醫生啦，有多啲做醫生嘅都係七煞坐命嘅。咁啊，七煞嚟講咧就好少會聯群結黨嘅，同人哋一齊嘅時候嚟講咧就相處咧就比較難啲，而且咧有時嚟講咧就。越搞的关系就搞得越差，甚至乎来讲呢是不能够呢就忍受到自己的打击而自残都会有的。他是一次挫败呢要好耐先可以起返身，即是好像一个敌人，不是好像一个军人咁喺沙场咁被人哋嚼低咗，咁可能呢慢慢慢慢先会爬返起身。而且但是来讲呢七煞呢就胆大，亦都可以咁就勇敢而善战呀。在现实上面来讲，如果你有个下属是这个七煞来讲，你不妨就派他去打仗，不妨带他去开拓，那就行了。好了，如果七煞和这吉星在一起的时候来讲，就会越变越好，尤其是说如果有左辅右拔，就他的指挥那个就会出所来的了，个性格。因为七煞本身已经含有权的，七煞会坐权，天上就含有印，天府亦都含有六噶。好啦，七煞咧自我要求都好高，所以咧做嘢咧有时都会做到好尽善尽美嘅，甚至乎嚟讲咧，佢要做到嘅嘢咧都要求人哋做到嘅。如果人哋做唔到嚟讲咧，就可能咧就可以咧发好大脾气，尤其是如果你老板咧系七煞咧，真系难以招呼。咁啊，但系如果你做得好出色嘅时候咧，佢又会好嘉奖你嘅。咁所以嚟讲咧，喺呢一个七煞坐命嘅人嚟讲咧，好多时候咧，我哋会见到咧，佢有非常之强嘅韧性，能够喺山穷水尽而无路，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甚至中喺呢一个败中逆转求胜啊，而令到人哋刮目相看嘅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，就系有呢一种七煞嘅气魄所在。所以咧，我哋睇呢个七煞嘅人咧，喺杀破狼嘅星系里边嚟讲咧，系一个最勇猛，同破军又有少少唔同啊。破军咧都仲有带少少谋略性。好啦，如果廉贞同七煞坐命嘅人咧，有一个格局叫做红叔乾元格啊。红叔乾元格嘅人嚟讲咧，系属于镇守边疆嘅大将，或者系一方嘅财阀、军阀等等。个性比较刚强啲。但是呢有廉政管理能力强，权略谋略机智，能解繁杂，所以呢廉政七煞的人来讲呢是行事是谋定而后动的，使命必达，好像这个 DHL 那样。
咁啊，因为廉贞咧系一个囚星啊，咁啊个性嚟讲咧，有时会带有略带谨慎同埋保守嘅一面，系可以将呢个七煞嗰种勇猛甚至冲动咧，系略为平衡一啲。咁啊，由于嚟讲咧，廉贞其实好多兴趣广泛、独立同埋自主心嘅比较强少少，所以咧就适合咧廉贞七煞咧系属于咩咧去。選定一種行業或者做一個專業人士咧，就會更加會好。好啦，廉貞加七煞嚟講咧，就心思比較細密啦，謹小慎微，觸感而敏鋭，正不隨意妄動，能夠嚟講咧喺一個變化嘅環境之中咧，係最敏感到一個人啦，而且足智多謀。紫微七煞嘅人嚟講，係可以做一個咩咧？謀略家，做一個戰略家。外表是沉静，但是内里比较刚强，爱恨分明，性格强悍，乾刚独断，不喜欢有人有反对声音出现，但是他会用理智和以理服人。廉贞加七煞有少少艺术细胞，而且研究心理和命理学是比较多的。命宫里面有武曲同埋七煞，我哋叫做咧就武煞坐命，但有時我中意叫做武七嘅嚇。個性咧比較頑強，而且嚟講咧就好中意咧用自己嘅生命去做一個賭注啊。做事嚟講啊，斬釘切鐵，快速行動，唔認輸，好勝心好強，勇於去挑戰。但係咧思想咧就比較直接，我哋叫 strange forward 啦，即係諗嘢比較直率啲嘅。如果你身邊有一個武曲七煞嘅人嚟講咧，你會見到佢嚟講雖然做嘢好勇猛，但係往往好多時候咧都會俾女仔呃。典型嘅愛恨分明啊，因為武曲星嚟講加七煞嚟講都係過硬啊。好啦，我哋要睇下有呢一個七煞星坐父母宮係點樣啦，十二個宮位。如果你自己睇翻你個命盤嚟講，父母宮有七煞咧，你一定會睇到好簡單嘅啫，霸道、固執，凡事都要你服從雙親嘅命令，兩代之間嘅 generation gap 相當之大嘅，而且就係產生一個對立面。因為五行係屬金，金係比較懶嘅，咁所以嚟講咧，就係話你要佢用一個温潤嘅態度去處理子女同埋六親嘅關係，難上之難。用另一個角度嚟講咧，佢哋會用去物質去穩定自己係不足之處。有啲時候嚟講咧，就係話最好呢啲父母宮嚟講咧，就係話個仔去外國留學啊，或者移咗民咧，咁兩地分隔咧，可能個形勢咧會較為好啲。好啦。如果你是天梁星坐命呢，咁啊将呢个父母啦、长辈啊、老人家呢就好似是平辈咁样看。而且呢就用呢个七煞嚟讲呢，直来直往不留情嘅态度呢去对付长辈同埋父母嘅。咁所以嚟讲呢，得知道呢七煞星喺父母宫嚟讲彼此嘅关系呢唔单止係冷落，而且呢容易会不和冲突。當然啦，如果七煞星嚟講喺父母宮啦，若果個父母宮係有六吉星召會嘅時候嚟講，係另當別論嚇。好多時候嚟講咧，都可以化解得到嘅。如果會文昌同埋文曲星嘅時候嚟講咧，將呢一個七煞嘅剛懶嘅程度咧，甚至會減弱。嚇，七煞星嚟講啊，喺父母宮當然嚟講啊，貪狼星同埋呢個破軍星咧，都喺三方四正出現啦。咁啊～如果是貪狼化禄的話來講呢，或者破軍化禄呢，緣分呢就會比較好一點，因為貪狼星比較熱情呢，甚至圓滑呢，那就好過這個破軍化禄，破軍化禄都稍微略顯硬了一點。好了，坐福德宮，福德宮有七煞的時候來講，一生之中來講都非常之忙碌，可以叫做24小時待命。而在七煞福德宮的人來講呢，個腦是不停咁樣轉，不停咁去思考，不停咁諗住向上嘅。我哋喺可以用一句說話去形容七煞來講，喺坐福德宮而入廟嘅人來講呢，我哋只可以問句：問君能有幾多愁？
因為七煞嚟講咧，始終嚟講咧都係一個用猛嘅星，咁所以福德宮嚟講最常見嚟講咧就係廉貞天上嚟講咧就是、七煞咧就喺福德宮，咁啊形成到嚟講咧一生之中我哋叫做閒不住，24小時待命，啊成日都喺度思考緊前路也好，六親也好，事業也好，身邊嘅人都好。咁所以嚟讲咧，我哋成日都会用一首诗会咁样讲：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而且七煞坐福德宫嘅人嚟讲咧，都比较喜欢逞强真性啊，但系劳心劳力，有时咧就偏重咗自己嘅利益较多啊。去到一啲挫折位嘅时候嚟讲咧，经常会感叹命不如人，怀才不如。咁但系貴年出世嘅人嚟講咧，就另計。好啦，七煞星入咗呢個福德宮嚟講咧，佢哋會遇到一啲好傾得埋嘅人嚟講咧，侃侃而談，促膝長談一整夜，而無不盡掏心挖肺啊！一條腸子衝到底，即係話七煞坐福德宮嘅人嚟講咧，如果遇到啲知心友嘅時候嚟講咧，就會可能咧會延續幾十年都會有噶嚇。入廟而且會咗呢個吉星嘅時候，福氣就比較高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就不利妻子刑克，因為七煞星喺呢個福德宮嚟講咧，就會咗呢個貪狼星喺呢個夫妻宮，所以嚟講咧夫妻關係咧，甚至乎嚟講離婚率都幾高下噶。如果有化忌嘅時候嚟講，就憂國憂民添。好啦，如果七煞咧有一個煞忌去會嘅時候嚟講咧，我哋更加抽刀斷水，水更流，舉杯消愁，愁更愁啊！好啦，七煞坐田宅宮嚟講咧，冇祖業，冇物業，要奮鬥自強，然之後先可以攞得到。啊，七煞星嚟講咧，因為咧我哋直情係要乜嘢咧，要去攻嘅。但是不懂防守、啊、如果有 六傳和、啊、化禄的时候来讲呢，就可能呢会承继祖业、啊、七煞星在田宅宫的时候来讲呢，是容易怎样呢，是离乡背井，小的时候呢就会出外去谋生，甚至去留学、啊、会有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变动，甚至居无定所，寄人篱下，心有不安。好啦，如果七煞星同呢個紫微拱照嘅時候咧，會有貴飲嘅庇蔭；與呢個廉貞同道嘅時候嚟講咧，會增加呢個產業，而且比較順利啲。不見到好好，但係辛勞而獲。好啦，會咗化忌嘅話嚟講咧，家宅不安，多有病災、口舌是非等等。如果七煞再逢呢個冇曲化忌嘅時候嚟講，投資房地產會失利，要小心啲。人哋買就升，你買就會跌。廉貞星化忌嚟講，而且係主病痛咧、是非啦、啊家宅嚟講咧，好容易咧會有不安嘅情況出現。好啦，七煞星喺官禄宮，即係事業宮啦。一般嚟講咧，小不勤苦，老必艱辛。少能服老，老必安逸。好啦，因为嚟讲咧，喺呢个官禄宫嚟讲咧，七煞星好似一个大将咁样嘅，啊，好似嚟讲咧就要为国家守卫一个国家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，咁所以嚟讲咧，七煞就会出嚟。如果喺七煞喺呢个官禄宫嚟讲咧，就系话喺经营事业或者工作发展里边嚟讲咧，会比较勇猛、比较勇敢同埋放心去求谋。而且刻苦耐勞，真誠任事，在這個工作和事業裏面往往就獲得很多機很多很多機業、很多機遇、機運。在這個七煞星坐這個官禄宮的時候，很容易就會創業，而且來講是自己一手一腳就一手一腳就白手興家。如果是任職軍警界的時候能夠顯發，甚至乎來講會升到很多的職位。因為七煞嚟講，始終都係帶頭衝鋒陷阵啊，所以如果見到一啲紀律部隊啊、軍警界嘅人咧，好多都係喺官禄宮咧，都會有七煞會出現。好啦，如果廉貞七煞喺官禄宮嘅時候嚟講咧，
就會叫做我哋叫做乜嘢咧？真榮同濟啊，出人頭地。如果三個人一齊去升職嘅時候咧，就必定會揀到你其中一個。好啦，如果七煞星嚟講咧，回到一啲煞星嘅時候嚟講咧，行運咧就會比較差啲啦，而且咧會有阻礙重重。七煞星嚟講喺呢一個官六宮嚟講咧，男士適合做一啲咩啊？做啲 marketing 啊 ，development 嘅工作會比較多，甚至乎係外交。情治單位咧，我哋即係叫做咩？情治單位即係嗰啲中央情報局之類等等。啊，女性嚟講咧，就可能會做一啲挑戰性同埋突破性嘅工作喎，先可以發揮到七煞星坐呢個事業宮嘅命水喎。所以嚟講咧，好多呢啲企業啊、民企啊裏邊咧，都好多女中豪傑出現咧。就其實咧，就係因為官六宮咧就會坐呢一個七煞星嘅女士，婦女能頂半邊天啊！巾帼不讓騷眉，就係因為七煞星坐呢一個事業宮啦。坐朋友宮嚟講咧，就七煞星真係冇乜助益嘅，而且你啲朋友嚟講咧，個個都比較強悍啊，脾氣比較差啊，啊對你嚟講咧，有時甚至乎哈哈霸霸啊！如果是會照得不好呢，甚至乎呢就這個朋友呢對你會有些危害性，造成損害都不定。如果七煞星和紫微廉貞化禄和六全的時候來講呢，可以結交到很多呢風雨如晦、雞鳴不已、高風亮節的人士，而且在亂世之中啊，甚至在浮蕩的社會之中呢，會有多豪言正氣啊、氣節高超的正義之士來幫你手的。七煞星在這個朋友宮呢，很容易呢出現先勝後衰啊，甚至乎先多而後少，知己一兩人，雖然相識滿天下。好，在遷移宮，遷移宮是代表了外在的行為，外在的行為來講呢，就說七煞星坐遷移宮的時候呢，活動能力比較強，而且喜歡去外面去跑一跑，乘坐願坐乘風破破萬里浪啊，有雄心壯志，希望自己能夠在在外打響自己的名堂，打出一片天啊，而且有一顆赤誠之心，安得清風借我曹啊，坐將赤誠憂天下，安得清風借我曹啊，而且會堅持自己己見，認為自己對的事就會去做。而且七煞星可以呢在遷移宮的時候呢，經常呢都可能呢會有乘坐飛機周圍去做事啊，認識很多朋友啊，可謂相識滿天下，千里黃雲白日昏，北風吹雁雪紛紛，莫愁前路無知己，天下誰人不識君啊。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七煞星坐遷移宮來講，最好呢做一些呢就跑外的生意。什麼叫跑外生意啊？有人可能去韓國那裡呢，去買一些精品回來，或者做代購，這些就是叫做跑生意咯。好了，坐宅厄宮的時候，七煞來講呢，臨宅厄宮來講呢，病起的時候來講呢，可能很快就會好，來得快呀，走得快。身體方面來講呢，就要注意大腸、心肺、小腸，因為屬金。我見到來講呢，七煞星坐鎮厄宮來講，差不多十個有九個都會出現有痔瘡的問題。如果你是一個經常揸車的人，或者是做這個司機的話呢，差不多來講呢，十個有十一個都會有。所以大家要自己要留意，要懂預防啊。如果逢煞忌的時候來講呢，哇，經常都要食藥，直情來講呢就天天都跟醫生啊，跟藥呢是你的最佳朋友。七煞星來講呢比較躁動，因為在宅厄宮來講呢不耐靜，個人的肢體啊同埋呢手手腳腳成日都會動的，好喜歡動的，咁所以嚟講咧，就經常會被金器啊，或者被一啲台角啊會撞傷。如果你嘅小朋友喺陣厄宮嘅坐呢個七煞嘅時候，你會發覺到成日都揩花手腳，成日都俾嘢解塵，呢樣嘢要留意啊。另外仲有要注意一樣嘢咧，就係話咧，七煞坐呢一個陣厄宮嘅人啦，脊椎嚟講好容易會長骨刺，同埋咧脊椎會有少少問題。好啦。
七煞的人呢就病得快好得快，所以呢就无需要担忧。七煞坐这个财帛宫的时候，你讲运程不错，因为为什么？以力为财，以力为财。七煞星的人在财帛宫呢是喜欢投机和冒险，如果没有挑战的事都几乎都不想做，甚至乎来讲在钱财变动啊比较大的波幅呢他就会去做。譬如好像做什么呢？譬如说外汇的生意，中港货币兑换的生意他们最喜欢做。而且呢会有突发的可能性，很短时间之内会赚到很多钱，甚至乎几个月几日之内跟住之后呢就会失败。所以来讲呢，七煞星来讲来得快亦都去得快。我们要将七煞星的人要教他怎样去创财。七煞星入庙，如果在财帛宫的时候会照了六权科的话呢，咁梗係好啦，广茂丰足，财源而且滚滚来，而且经常会有啲意外之财。意外之财未必係还财，咁突然之间可能有一笔小生意咁样俾你赚到一笔。咁例如好似呢个疫情嘅时候呢，有啲人呢咪卖呢个口罩，突然间咪赚咗好多钱，咪就係呢啲囉。好啦，遇到呢一个地劫啊、地空啊、大号会照嘅时候嚟讲，就人吃卯粮，捉襟见肘，比较辛苦啲啦。咁可能嚟讲咧，成日个袋都系哼住嗰啲咧，全部都系康屎嚟嘅。好啦，七煞喺财帛宫里边嚟讲，命宫一定系破军啦，系咪？官禄一定系贪狼啦。咁如果我哋总体去而言嚟讲咧，就系话三要齐官咧，佢哋嘅效应会产生乜嘢咧？会比较上系真系差嘅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哋见到呢个七煞星嚟讲咧，其实有时咧都唔系好识理财嘅，而且嚟讲咧，杀破狼嚟讲咧，融合咗呢个六合鸳鸯啊，主六风财足，财源滚滚。我哋即系讲紧呢个，如果有六全星先系噶吓，如果唔系嚟讲咧，你话喺呢一个杀破狼星系里边嚟讲，冇呢一个财星去汇照嚟讲，系比较麻烦啲。如果有化权星嘅话咧，就可以理财。选择了投资目标，咁就可以赢嘅。如果有化科嚟讲咧，更加会名利双收先。好啦，如果廉贞七煞嚟讲喺呢一个财帛宫嚟讲咧，我哋咧就可以得到天下之利，则得天下；善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者。好啦，呢句说话嚟讲，慢慢大家细心去考究一下。因为呢在财帛宫里面出现了呢叫做红叔乾元来讲，只是单单指理财方面。但是会有一样东西，刚才我都讲过了，军人来讲呢，他们去攻城之后来讲都是要交回给朝廷。所以一得了之后可能就会有失。好了，七煞在子女宫呢是非常之难教的，不受控制，活动能力非常之大。很多时候跟父母之间呢发生一些很剧烈的冲突。我哋經常都可以話咧起曬槓咁樣嘅，咁而且嚟講咧，命主同埋父母之間嚟講咧，因為如果係冇呢一個吉化嘅話咧，喺感情方面會好淡薄噶，甚至乎嚟講咧就係你會覺得佢唔係好孝順咁樣，咁但係嚟講咧，我哋要記住咧，如果有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，就最好咧就大家分開嚟住啦。甚至乎嚟讲咧，就少见面啦。因为七煞星喺子女宫嚟讲咧，我哋话系要还子女债嘅，无债不来，无债不要还。而且嚟讲咧，佢系要嚟讨债，大家要记住呢样嘢。如果有紫微星同宫咧，有少少唔同喎，咁可能咧彼此之间嘅隔阂咧会减少。好啦，如果七煞星坐夫妻宫呢，意味住你嘅另一半嚟讲呢，我哋经常都会讲㗎啦，慷慨啊，但係呢可能係好做得嘢㗎喎，而且呢个性係强悍啊，甚至乎嚟讲呢就会喺呢个唔同嘅工作岗位表现得係相当之唔错嘅。好啦，七煞星坐呢个夫妻宫嚟讲呢，有时会是娶到一些外籍的人士会多的，我见到。甚至乎什么叫外籍呢？那就是不同国籍啦，可能是华人，但是持有不同国家的国籍都会有的。好了，
不過呢七煞星來講呢始終在夫妻宮呢都不算好好、啊、好了七煞這麼強，所以呢在這個夫妻宮呢代表另一半是非常剛烈的脾氣呢，就比較我們叫做比較臭脾氣一點、啊、但行動比較快、啊、而且來講呢就是說呢另外一半來講可能呢就很喜歡呢就運動、啊、但運動的選擇是什麼呢？流於呢個跆拳道啊、武術啊、呢、這、一個空手道啊等等，我哋要話呢一啲叫大煞嘅運動啊，太極拳就唔係啦。命主而且命主嚟講咧，就要求比較強烈啲嘅。啊，同時咧喺七煞星嚟講咧，坐命嘅女仔嚟講咧，眼大大咧，唔高大，白白淨淨。非常之可俏可人嘅，所以嚟讲咧，如果阁下嘅命盘有一个七煞星喺度嚟讲咧，你爱到另一半嚟讲系浓到化不开，尤其是嚟讲咧，好容易咧就系受情所困。好啦，如果七煞星坐夫妻宫有呢个煞忌嘅时候嚟讲咧，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盈妆上翠楼。忽见蜜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好啦，七煞星坐呢个兄弟宫嘅时候嚟讲咧，就表示兄弟姊妹之间嚟讲咧，会有强烈嘅分化嘅现象啊！由细到大都可能争嘢玩，又啊争书啊，争睇电视啊咁样啊，所以嚟讲咧，大家咧就最好咧就系话。大了之後嚟講成家立業之後就最好不要咁多見面啦。若果唔係嘅話咧，個關係咧就會越嚟越差。好啦，因為呢一個兄弟宮亦都係代表成就宮啦，亦都代表咗可能喺工作婚姻嘅關係嚟講咧，係會造成一啲唔係幾好嘅一啲情況會出現。咁啊，所以嚟講咧就七煞星，但係七煞星坐兄弟宮嚟講咧。很多時候都會跟兄弟姐妹之間從小就會分隔，所以呢就是互動比較少，情感啊或者感情方面較為淡薄的。如果七煞星又逢到很多這些、不同的、煞的時候來講呢，我們只可以形容本事同根身相煎何太急。簡單來講，在七煞在這個兄弟宮來講呢，人數不會很多，三幾個啦。咁樣所以嚟講咧，依家判斷呢個有幾多兄弟姊妹咧，由於呢一個時勢啊關係咧，可能一個起兩個子嘅啫。啊，咁樣七煞喺呢個兄弟宮嚟講咧，意味住你喺人生歷程裏邊嚟講咧，兄弟姊妹嚟講咧就係各自爬山，各自努力，嚇、唔會得到其他兄弟姊妹嘅輔助。我哋有句俗语咁样讲：日头赤炎炎，随人顾性命；一人一家代，公妈随人治，即系咁嘅意思。就算去拜山啊，都可能大家分开去嘅咁嘅意思。咁好啦，七煞星坐十二个宫位咧，就略略同大家一齐分享下，分享过啦。咁下星期咧，我哋就讲埋十四粒主星嘅最后一粒重点之星，叫做破军星。好啦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平安夜快乐，圣诞 Boxing Day 亦都快乐，拜拜。